开个榴莲盲盒，今天买个大榴莲啊、哦，榴莲又便宜了，得吃榴莲了现在。哎呦，这肉，肉呢？哎我操，肉呢？哎这么劲儿，哎这都，我还想拆开，先来一口吧，看看。哎，我还带一点我实惠呀、啊，我没两手啊。哦，榴莲这么甜吗？还是经典比较实惠，还挺好吃的。哇，太满足了！还是我吃这玩意儿没有酒味呢。有点苦，怎么是？这点辣味没想着。这鱼一点肉都没有啊？咋整的？咋挑的？嗯，挺好啊。啊？这一点肉都没有啊？这方？这不肉吗？这方？那也是吗？咋不是呢？我操，这咋没有肉呢？嗯，再看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这肉这么少呢？没了。啊！我操。不太理想。